唱我这首歌，尤其想着你妈、你阿妈，我妈啦，还有你妈，让我很慎重的想要说，哇，女儿要帮妈妈告白，不是不告白，就是唱这首歌给你妈妈的偶像啊，不是我吗？是啊，对不对？我就不相信你妈妈会喜欢其他的评审，啊，所以我在听你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其实我有感觉到一种你很慎重要唱这首歌的感觉，很慎重，啊。所以就会听到有一些压力，但是我有感觉啊，但是其他的评审可能因为不是创作这首歌，他可能会比较听到你那种很急促的一个感觉啊，听听大家怎么讲你啊。那品言呢？品言这个歌我倒是可能因为阿德老师写的哈，所以我倒是没那么内行，我这样听下来我就觉得哎，整体来说表现的都相当的不错，当然知道你承受蛮大压力，但是我觉得，哎，整个唱起来，除了最后一句那个你才敢玩，那敢玩那个收尾，如果可以再收的再漂亮一点，就会很棒，其他我都觉得很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